若是诸位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本官可以提供县衙给各位小住。这么晚你来干什么？执行公务。啊？执行公务？你谁啊？放肆！这是我们家大人，海方县令宁轩，也是小姐的夫君。什么？哎呀，桂白，归海号年久未修，即日起。 开始维修，船上的所有人下船安置。嗯，请吧。哦，大人是来修船啊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劳烦大人，毕竟我们也有钱修。对啊，我们要自己修，你还要强买强卖啊？既然没有收钱，就不算是强买强卖。船一旦出事，可是要丢性命的，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。 若是诸位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本官可以提供县衙给各位小住。那就不必了吧。这样吧，我们呢今天晚上就把渔网啊、帆布啊都支起来，在码头上暂时简单的过夜。嗯，到时候我们也不打扰大人的公务，你看这样可好？来，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渔网、帆布一旦发现破损。 都要修，是，更不能带下船。宁轩，宁轩，小姐，随时我们都被安置去了客栈，咱们怎么不去呢？我不想去，可小姐，咱们初来的茅望的县爷了，这怎么住店呀？放心吧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三个去皓雪堂先将就一下。 皓雪堂，嗯，皓雪堂是我自己开的水粉铺子，只要和小姐在一块，去哪儿我都开心。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么久不见你，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咱们今天一起睡。那不行，小姐昨天晚上照顾侯爷辛苦一晚上，今天又折腾一番，要不咱们回县衙？不行，我不想回去。要不然你回去吧。你跟着走吧。 不不不，默许不去，小姐进来了，进来，你别碰我家小姐，你谁呀、啊？你别碰她，你别碰我家小姐，你别碰她。侯爷，我们也要跟皓雪堂去吗？不着急，咱们不打无准备之仗。你去买点好吃的，好喝的给他们送过去。是。这人一旦吃饱了呀。 就会犯困，这犯了困，应该就会想家吧。